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， 今天来介绍圣诞节活动事件——古灵精面具取得法，可以拿到一个古灵精面具，条件是在任意战局待超过48分钟以上，不限地点，但必须有两位以上玩家。触发事件时，会有一个穿圣诞装的古灵精跑出来抢劫。打死他之后，可以捡他的骨，就可以解锁古灵精面具。古灵精的掉落物，只有他抢的对象才看得到跟捡得到，所以不用怕被抢走。捡到后就可以去衣柜看看这个面具了。实话说，这个事件条件有点严苛，而且就算古灵精出现，他也不一定是找你。有个方法是让其他人都把现金存起来，只有要解的人身上带钱，古灵精应该就会只去找有带钱的人了。大家可以试看看。此外，今年圣诞节还多了一顶麋鹿啤酒帽，能买到任何有卖帽子的地方，应该都买得到。别忘记买了哦，没买就等明年了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么觉得这个影片很有用，想看更多类似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加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会。